而且我们刚其实看到 Roger 上来，大家就叫那么猛，我们就不想上来。对，只有 Roger 就够了。时间有限。我们就是感觉是天气好热哦。就是那个，其实本来大家都会热的这样子。本来。我只是昨天也是有点失眠的样子，很焦虑。对，就虽然我本来就会很焦虑的，不管怎样都很焦虑。然后，焦虑王子。反正就是只要又遇到就是比较，很多。有我 care 的事情，我在乎的事情就会很紧绷那样子，很紧绷。然后，对啊，然后他们今天不是我们啊，我们今天先结束这个之后，就是在明天就我开始要去练那个别人的东西啊。也是跟这个节目的系列这样子。可以讲一下。对啊，反正就是那个有唱我们歌的那个。你说老卢？这个是老卢吗？志宏吗？啊，送我送我。啊，不要了，反正是我自己的事情啊。哦。对。哦。我自己很焦虑而已。你们可以在。奶茶的演唱会上看到的，还是不能讲啊！完蛋了。啊，就是对啊，就那样子。嗯，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什么，我自己觉得好不可思议，对。对，你明明就帮苏建熙。What?
Yes, you are.